跳得很好啊、哦。二来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很好。二来。嗯，很好。二来。对。对。二来。哎，他恐惧都没有了、啊。有没有他自己的嘛？你没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就比一下而已嘛。来 ，yes。哇，很好。啊，这里 ，yes。对，很好，再一个。好了，再一二 ，yes。yes。很棒，很棒，再让他跳两次就休息一下。yes。哎，很好，好休息。哎，陈先生，哎、你的狗以前不太敢跳嘛，对不对？它就不太跳。哎，就觉得有一点巨高还是什么了哈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些转变哈。好，开始。哎，再来。没有没有，要从另外，因为它之前是练那个那一面哈。好，再一次哈。先把它稳定住在那边。等等啊。哇，棒哦！哇，潜能很大哈、哦。你说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绳子，没办法练这个。他根本就害怕，根本没办法，就跑掉了、啊。你怎么弄？哇，你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不错不错，棒哦！哦，这次真的就不要拉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完全跳哈、哦。你故意先把它弄住，然后，哎呦，睡哦！我鼓励他，这，一二三，哇！主人要抱好哦，因为你真的在外面表演，他你站不稳，或他掉下去，他以后就不跳哦。你哎，对对，你就等于害他嘛，哈、哦！哎，他一上去就是一个安全哦，哇！啊，很棒，很棒，厉害厉害。